魏如萱未婚怀孕出血不稳，后出血成人期两个月，神速报喜。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想那么多，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往前走。恭喜35岁的歌手娃娃魏如萱怀孕了。她在13日母亲节凌晨抛出超音波照，写下：“我和 Chris 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都很喜欢小孩。每一次检查，医生都告诉我比较难受孕，我心底仍抱持着期望和信心。当我们没有想太多的时候，这个美好的礼物就悄悄的来了。”已是高龄产妇的她表示，感觉到身体正在重组。之前一开始偶尔会出血的状况不是太稳定，有打针也有吃药，坦言心情很忐忑不安，但也幽默表示打算唱歌唱到生。魏如萱经纪人独家回应苹果，表示她目前怀孕3个月，和 Chris 还未结婚，但已往这个方向规划中。未来商演新专辑都按原计划进行，19日也会出席宽宏举办的演唱会。无独有偶，2个月前宣布老娘有人要的后助姐也有好消息，她在微博报喜：“我不是胖，我是怀孕了啦！结婚2个月就升格准妈妈，很赶进度哦。”她在28岁生日当天嫁给圈外人 Green 先生，不久就被拍到体态圆润，疑似怀孕，但当时经纪人否认，只是幸福肥。不要打肚子呢。而他上月在节目上语带玄机，不要打肚子，当时也被二度狂猜是怀孕，如今果然宣布要当妈妈了。对此后出血经纪人回应：“怀孕是在计划之内，就跟大家分享依林的喜悦，细节就不方便透露啦。”惹动新闻，演艺圈双喜临门内，恭喜恭喜哦。报道：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 C 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，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